这个世界生病了。那些被掩盖的真相，那些高傲和所谓的不朽，就是病毒。而我们寻求的解药又在哪里？忍受，牺牲，却不知为何而战，为谁而战？盗用神明的人也盗用了神力，名为绝望的神力。我们早已厌倦了战争，厌倦了绝望的感觉。
这些年把功夫都荒废了吗？ 你那盛气凌人的架势哪里去了？这些年我在外面苦熬、苦修、苦练，为的都只是能够接近你，只是奢望能够接近而已啊！可是你呢，又做了什么？为什么总有人喜欢把别人筑建成期望中的美好呢？陛下。 我一直觉得老头子你起的名字很刺耳，还是叫你白羽自在些。称呼而已，难道剥夺了你生存的权利吗？这是两码事。老头子喜欢你，我可一点都不吃醋。嗯，反正那个死老头子也做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情。瑞在哪里？没有伤害他吧？ 你放心，我还没有丧心病狂到虐待小孩的地步。不过嘛，不过什么？嗯，你这冷血的小子也学会关心别人了吗？啊？哎呀，过去你杀人的时候，可就如同捏死一只蚂蚁。<笑> 你自己还记得吗？那孩子的酒量可真够差的，我只是偷偷兑了一点儿，他就昏睡过去了，嘴里还不断的喊着“妈妈，妈妈”，真是可爱死了！哼，无聊，死小子，我们兄弟难得重逢一次，你就表现得这么冷漠。 连一声大哥都不会叫了吗？我记得，你从来都不喜欢我这么叫你。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把我这个大哥放在眼里。哼，不，
你的眼里连你自己都容不下，又怎么可能容得下别人呢？把我叫到这里来，不是为了看风景吧？你这没耐心的毛病还是一点都没变呢。本来我也不打算跟着拐骗小孩的勾当，但是又怕被你拒之门外，所以呢就直接用点小手段来请你这尊大神了。你这次回来到底想要做些什么？哼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我只是想要老头子的命而已。